各位同心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较等一下吼，咱差不多十二点半，吼，遐个专训的会较大声登去。伊拄阿秘书长有讲，咱每一周吼礼拜，这个暗时拢有忏悔，吼啊，欢迎咱大家会当去参加，吼。去参加，可能为也唔捌参加过，啊也唔知迄个忏悔生做安怎，吼、哦、啊大家真热闹，啊会当紧食，啊会当紧讲话，吼、哦，这是一种诶忏悔吼，看无讲像咱诶流水席安尼吼，啊坐一桌圆圆，吼、哦、啊当面食安尼吼，这是无啥相共诶所在，啊伊。这节课有两点钟，吼、哦、啊，咱中午一点钟到的时阵，咱会休困十分钟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就是讲，这个以这节课是近代史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我会用差不多三十分钟，会讲伫这个历史的方面，吼、哦、啊，二十分钟，甲咱即马现代，吼、哦、做一个比较。啊，后一节课咱就会讲法律，吼、哦，讲到法律，因为这两天大家拢听法律，吼、哦，听到安尼感觉会足忝袂？会哦，啊那会，我要安怎？吼、哦，因为咱这是上法律的课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我徛伫遮，吼、哦，我徛伫遮。就是咱拢在现场的，恁伫厝还是亲戚朋友，你甲讲，我有来上课，哦，啊，我坐伫对页，看咱的网络就拢知影，哦，啊，咱真的网络是全球70万人在收看，恁坐伫遮拢看会到，我徛伫遮嘛袂使黑白讲，哦，那讲也唔对去，美国的有关单位伊电话就来对秘书长遮。哎，无一个讲师，那讲唔对去，吼、哦，安尼袂使。啊，所以讲我伫遮，我爱准备足充足的资料，嗰拢是真诶的资料，来互大家咱的学员，吼、哦，来听了后转去，会当甲咱的亲戚朋友来分享，吼、哦。啊，伊等下有真侪影片啦，吼、哦、啊。我就这个开场白哈，简单到这就。我姓刘啦，吼、哦，名坤南，啊，我正伫台南州的服务，吼、哦，台南州服务。我嘛住屏东，咱家可能在座敢无住屏东？吼、哦，屏东吼、哦，屏东出产的上介好的就是雷蒙，因雷蒙吼进全球。要有掌声呢，可能是九如甲你讲这方面，吼、哦、啊雷蒙，等一下我会讲到，我有用十分钟的时间，因为咱拢在讲法律吼，啊这个雷蒙对咱的健康是非常非常好，吼、哦、非常好。来拍袂开，上家。有开了，哦有啊，谢谢。伊这节课吼是近代史啦，啊所以讲伊外课无啥变，伊无答辩的初级班拢相共，啊所以讲吼，伊历史就是历史，啊法律就是法律，所以讲咱秘书长嘛有讲啊，你若像讲这个历史，你若去改改用假来讲吼。这个国家足紧就会灭亡，哦，啊，你那是真正的历史啊，迄、那个国家会非常的强，吼、哦，非常的强。来，咱对这个，这是主题哈、哦，啊，较等下我会一来做一个解说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对1895年开始哈、哦，这个下关条约，咱过去读册，咱拢有大概拢有小寡有印象，拢有读到哈、哦，这是4月17号。哈、哦，所签的啊，5月8号生效。过来，1905年就是这个天皇头一届，伫咱台湾建立这个主权，
过来，哎呦，这是十年时间吼，到1915年，啊，这里1937年4月1号开始实施这个皇民法。啊，较等下这个皇民法是虾米会？吼，我来个简单啊，吼，做一个解说。啊，这个到1945年4月7日，吼，实施明治宪法。吼，啊，这个1941年当中，这个二战，吼，是上主导的上。哦，引起这个二战啊，这个什么人？这等下我来做解说哈。啊，这个是1945年4月7日实施明治宪法，伫台湾甲澎湖。啊，加，哦，这个也是4月1号，啊加嘛4月1号，那样多好。他慢来算这个10月10号，好、哦，4月7日，这一天。咱呐，台湾民政府接近咱个改做行宪纪念日，因为这一天就是日本伊个会计年度，拢伫4月7日，吼、哦。你学校啦，还是公家机关上班上课，拢伫4月7日，吼、哦。后来啊，到1945年8月15日，吼、哦，日本天皇无条件来投降，吼、哦。过来1951年，伫战争二战了后，啊，所以讲日本吼，咱的美国战败，所以讲伫9月7日，吼、哦，签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。这一天是签约日呀，战争生效终战的是这天，哦，1952年4月28号生效，这天是生效日，吼、哦。来，咱来看这个原文，吼、哦。大清帝国，吼、哦，甲这个皇帝，吼、哦，甲这个大日本帝国，这个皇帝是皇帝甲皇帝，唔是政府甲政府，是皇帝甲皇帝签的。啊，是安那讲太甲皇帝，皇帝签，伊这都有牵涉到日本，伊是二元制的国家，政府的顶管就是天皇，哦，二元制就是一颗两颗，迄个颗啦。哦，二元制一定啊！你天皇所有的领土，包括北方四岛啦、德岛啦、吼、哦、北迄、那个算九州啦、北海道四国，吼、哦、啊，加这个九州啊，台湾朋友有将这的领土，天皇他发到他去管理，所以讲伊爱组立一个政府，叫首相组立一个政府啊，这个政府有权无？有。政府嘛有权，但是皇帝伊嘛有领土的主权，哦，所以讲这个二元制的国家，这较等下咱来讲较足详细。了后，大清战败了，就是将台湾甲澎湖永久割让予日本天皇。哦，这咱也较老一辈的人，咱知啊。啊，所以讲，拄仔咱秘书长有讲。恁真是安尼讲呢？阮讲爱罚钱呢？你知影迄两句啦吼？袂使讲大陆，爱讲中国。吼、哦，阮若讲即句吼，阮爱罚钱，伊真哩爱甲改过来。啊，若过去咱若咧讲讲的时阵，虽然会讲出来，但是咱就是爱家己啊，即爱改，即唔对，咱就是爱改过来。那你若讲大陆，咱就是成为伊的内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咱唔是。中国甲中国，这是对一天，伊就永远挂念，就崩溃去啊！啊，你就好人啊，啊无就像安尼讲，较早阮爸爸卖伊个地，啊，伊迄阵就还蛮管理，啊，即马交互我，安尼我会当阁讨倒转来袂？袂使，吼、哦，卖去就是卖去啊，吼、哦。来啊，到底是虾米人甲虾米人签约个？吼、哦，这个日本天皇伊就是派这伊藤博文，吼、哦。啊，中国伊就是派李鸿章，李鸿章这可能咱读这时阵拢应该拢有读到吼、哦，李鸿章，哦，因来所签的。啊，这高挂呢？高挂是上的高挂，哦，是下面人派下面人。这个李金芳，哦，甲顶一个爸爸甲囝拢甲要差不多啦，哈、哦，哦，所以讲有一个轮廓，哈、哦，好吧。李金芳就是李鸿章的第二后生。吼、哦，啊，华山之计，伊就是咱台湾的第一任的总督，
哦，中毒，所以讲因接点招吼、哦，就是讲点高了后，哦，伫六月初二点，六月十七，伊就开始，伊土地咱系就开始吼、哦、来经营。啊，即卖即个下关条约，就是伫即个下关市，就是近较北九州市的即个。港口家，吼、哦，这个港口家，来，按咱即摆来看，这个就是日清的讲和条约纪念馆，它暂时抵押，这是这个村旁老家，吼、哦，这是上盖炸，就是原始的，就是家，啊，但是因为疫情了，受到这个原子炸弹的影响，所以讲家变作平地，哦，啊，但是这个。天皇有叫这个伊藤博文伫原来的所在，佮建立一个日清讲和纪念馆。啊，这个镜吼、哦，你看到这镜就是海，哦，就是海。啊，这种相同迄个所在，只是形体无同，吼、哦，形体无同。来，啊，这个就是这个伊藤博文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是李鸿章。因伫这个原来内底吼签约的，来啊台湾有几件的中毒，咱看是十九人对不对？但是实质上就是十八人，吼、哦、到这个长谷川亲家十八人，啊因为这人是安藤利吉是由首相来任命。进前的十八金拢是天皇任命的，哦，啊是安怎样？太这金不是天皇，太首相，因为伫1945年四月初一，咱台湾已经实施明治宪法，伫台湾遮甲澎湖，所以讲得由首相，台湾甲澎湖已经合并伫日本新鲜不可分割的领土内底，领土都挂袂出去啊，但是会当挂呢？殖民地，哦，殖民地就可以挂念，就是当这时大清的皇帝挂念日本天皇修港，哦，但是你变作领土，你就挂不出去啊。因为当这时这个下关条约又挂一个辽东半岛，啊，你这个辽东半岛是大清伊的土地，哦，啊，所以讲伫奉天呐，所以讲有三个国家出来抗议。第一苏联，第二德国，第三就是法国，这三个国家出来抗议，讲啊，你的这领土你袂当割呢，所以讲天皇搁伫半年的时间，哦，定一个缓缓条款，那个从辽东半岛来向大清，哈、哦，来安尼由台湾主权的天皇有对三下，哦，咱即卖来甲回想一下，咱的阿公。哦，还是阿祖迄个年代，明治天皇，哦，在这有请这个咱台湾民政府的这个新闻节目，有哈、哦？啊，恁在请的时阵，是不是爱请咱的爸爸妈妈？哦，伊这个有日本时代迄个毛笔字的迄、那个户籍成本，有无？啊，内底写啥？那较早的，咱的阿公阿祖是写。名字过来就是大正，通常啦，近目前是拢全交合啦，哦，大致上拢交合，哦，啊，我嘛交合，我交合38年生，哦，这是换算啦，哈、哦，啊，过来，咱金上的天皇就是明仁，哦，啊，这拢是年号哦，啊，伊真真正正名哈、哦，就是。明治天皇就是木仁，吼、哦、啊，大正就是嘉仁，啊，这个昭和天皇叫做汝仁，吼、哦、啊，咱金上的天皇伊的年号平成，我都写恁在写，迄个应该，迄、那个时间表要搁有一个平成几年吼，近、哦、是2674，吼、哦，伊皇帝是2674，啊，这明仁。伊的儿子叫做德仁，
啊，伊个孙叫做幽人，哈、哦。啊，所以讲，即卖皇太子干呐，国中一年级的样子，哦，上细汉的皇太子，哈、哦。来啊，上面叫做洪明华，哦，就是较早咱的四大人，像阮爸爸因较早拢读个暗学啊，吼、哦。那伫较庄卡，吼、哦，恁都会听到。啊，拢这日语，唔是讲像咱即阵，差不多七岁就拢捡做一班读国校、国中。因无因较早的年次吼、哦，像阮爸爸19年次，啊，因都后17、18、19、20、21，哎，相差四五岁，啊，做伙一班，吼、哦，安尼在读这个日语，啊，这个方言话。为咱即马伫日本天皇合并伫因的领土，啊，但是天皇要来管理，当然这个语言上称呼嘛爱会通啊，啊，无要哪要哪讲，吼、哦，敢那个袂叮当啊，好、哦，好 ，OK。哦，这张就搁较清楚哈、哦，这张就较清楚。啊，这是1937年4月1号开始实施哦，这拢是原来哦，较早迄个这不是话哦，哦，这不是话。这恁若有阿公阿妈迄个年代，因就拢知影。其实阿公阿妈甲恁讲的迄个历史，拢是真的历史。咱今所读的册，迄是拢假历史啊！读的哈，你拢当个，慢个读啊，无要紧，个等咧本书上，哦，用心来读咱这个法律，因为我伫只讲袂使，讲唔对去，哈、哦，讲唔对去，就会纠正啊。来，这就是方民法的一种，啊，这呐，即阵无读日语的，可能袂晓啊。哦，啊，我嘛无解会晓，但是我苦背，加减啊背，啊那有无解清楚的吼？恁大哥小可纠正一下吼。咱的阿公阿妈，拢会叫乌卡酱，啊卡乌豆酱，吼、哦。啊那咱的爸爸，哦，拢豆上，哦，啊那妈妈卡上。哦，这就是因为有一辈，啊，伊那阿公阿妈佫加一个乌啦，吼、哦，乌豆酱安尼。啊，那咱的阿兄逆上，哦，那像讲唔知伊的名，啊，你甲看惯了，讲咱的年纪较大，讲哎逆上逆上，哦，要创啥要创啥，弄安尼会称呼，吼、哦。啊，那弟弟乌豆豆，吼、哦。啊，那大姐阿姐。有那讲，吼、哦，有那讲。啊，那妹妹叫做啥物啊？伊莫多哈，伊莫多。这里我说要别记哩。好、哦，啊那阿伯、阿姆、姨丁、姑丁，哦，阿叔、兄，拢总叫，查甫拢总叫，欧里桑。啊那查某叫欧巴桑。哦，咱那去菜市啊。啊，那唔知啊！哎，欧尚，哎，迄粒果菜，哎，我买，哦，哎，买鱼啊，哦，啊，那查甫咧剁猪肉，哎，欧尚，你甲剁一斤猪肉，吼、哦，拢有介亲切的这个称呼，哦，啊，这叫做皇民化的一种。啊，那像讲，咱的即卖的收音机，咱拢讲收音机对不对？嘿，因为就知影，吼、哦，这是来自哦。啊，进来囡仔，你阿公来，你有这啥会听无？哦，啊有，唯一听有诶，就是即阵满18岁就骑奥多麦，啊，迄个奥多麦仔啦，哦，那讲机车，啊，那讲啊奥多麦，迄肯定换一个机油者，吼、哦，奥多麦这就是皇民化一种，哦，啊那就讲啊热热像即阵热人，哦来食一个秘鲁，哦，迄秘鲁迄嘛是日本话，哈、哦。啊，那是讲咱咧做水电啊，哦，也是做迄落迄位捏啊，骗子，
啊，罗赖吧，哎，迄拢是，哈，拢是，哎，足济啦，哈，我简单记一个咧，哈，好来，啊，这个义诊，1941年12月7号，哈，就是东条英机当时的首相所发动，哈，所发动。啊！伊即我影片吼，伊后壁咱阁有足侪足精彩啊，所以讲我即大概讲过就好。恁若有对 Google 吼，像即奇袭珍珠港，咱会去看到偷袭珍珠港，但是偷袭是唔对的哦，吼、哦、是奇袭，因为12月7日，伊12月7日，伊就是对即个日本海开始开船去到迄个太平洋，伊要一天至两天的时间，哦啊，所以讲到要到即个珍珠港的时阵，10点钟。伊就甲宣布哦，要战争，按两个国家拢总同意才会使。啊，你若无同意，就是像偷袭哦。啊，伊算日本人的头脑较巧，要搞的时阵，当甲你讲，但是伊嘛是有按照这个战争法哦，就是讲伊已经搞啊，啊，当甲恁讲安尼，啊，互恁措手不及哦。这人咧讲的是讲。诶，要安怎讲？有一句话讲，偷专假波啦，哦，偷假波对啦，偷假波安尼哈。后、哦、来啊，当这时诶，这个美国总统就是罗斯福啊，罗斯福，伊你爱记诶，虽然伊是新任总统三军的司令，但是伊嘛未当宣布战争哦。以美国法律一规定，应爱由国会来。通过半数通过哦，了后那由国会来宣布战争，所以讲伫12月7日，吼、哦，伫国会宣布。啊，但是因为为虾米我特别用这个罗斯福？罗斯福伫美国总统有一个大罗斯福甲小罗斯福，啊，因两个是结拜兄弟，吼、哦，差32年，哦，啊，小港大罗斯福伊嘛是做总统，伊是1902年，吼、哦，啊，伊是所有全球内底。担任过领导人是四任，对伊过来了后，拢总两任俩，哦，就是8年。啊，伊是有小夸吼，伊拢坐椅啊，伊行动无方便，吼、哦，像类似像迄、那个有一种的小儿麻痹，迄种类啊，但是迄有一个名，我较无啥会记的吼、哦。啊，伊是享年63岁。伊就是住伫遮啦，这啥？白宫，你有人去无？敢有人去过？唔捌吼。这个像，我有啦，吼、哦，我有去过。啊，但是你会当开门机，开只青蛙机尔。啊，拄啊，迄内底是因为我用手机存入去内底翕的，吼、哦。你若甲爬去到这个青蛙机啊？遐就是拢因个安全人员，包括警察，吼、哦，就是拢伫遐。啊，恁会当伫这个内底，吼、哦，徛伫内底，安尼会当翕相，团体照无要紧。但是你就是袂当打去到墙啊顶，因为做一个东西吼，伊较会啊，我徛后壁袂使，人就随家你制止，叫你就爱落来下骹。伊这伊可阮就是后壁，吼、哦、啊，头前迄天都有发生代志，有人喊爆裂物。啊！内面的警察拢是真真正正拢牙青，啊是真枪实弹。你若一个跳入去，都爱倒啊！哦，那鬼啊，嘿，足济哈！啊，咱台湾民政府冒出人，一机啊冒伫北疆啦。哦，啊，拄啊好也无几机呢。好、哦，来啊！这个对1933年以后所有的历任的这个总统啊，为讲。那最近奥巴马大家都知道了啊，但是伊当这时的副总统就是杜鲁门，吼、哦，啊，我有给伊找这个影片哈，啊，因拢总是民主党加共和党大多数啦，拢是这两党，哦，在做这个领导人，啊，咱以后台湾民政府也是会开放，哦，嘛是会开放这两个党，和咱的党心家己去选，哈、哦。民主党跟共和党，哦，阿家，哦，甲家人就较知影，哦，雷根，
哈、哦，啊，加这个布西，哦，啊，克林顿，哦，啊，这个就是小布西，哈、哦，啊，加现任的奥巴马。来，啊，这是咱的1945年，哈、哦，这是天皇下诏书，哦，在台湾实施这个宪法，哈、哦，这是拢真的，哈、哦。因為你若唔知啊，咱咧后壁吼，书面遐有一本，迄敢那用线填的，迄一个2500一款，哦，那都是真的。来啊，即马伫这个太平洋战争，为啥物咱台湾头一出这个高沙义勇军，那卖叫做皇军，那要用义勇军这个名称，义勇军就是讲阿袂变作领土。天皇伊无亲身来哦向台湾遮征兵，所以讲迄个时阵拢总是叫做义勇军。但是阮三姑伊就是皇军，就是1945年4月7日了后，哦合并这领土了，正式来征兵，迄叫做皇军，哦叫做皇军，哦啊战后了。这个像应该大家拢知啦吼，嘿，这是一本尊哦，吼，这不是假，吼，麦克阿瑟吼，啊，这是天皇，但是伊战争了，天皇甲这麦克阿瑟讲，所有这边的战争拢是由伊来发动，吼，伊来引起的，所以讲伊要承担这个疫情了后的责任，但是麦克阿瑟伊足巧啊。伊讲做这个天皇的人，该爱该有仁慈，该有这慈悲心，伊无可能向轻易发动战争。所以讲伊咧查，结果查起来就是东条英机来发动。哦，所以讲东条英机伊是被绞刑，唔是枪杀咯。绞刑恁知啦吼，就是用锁啊、阿妈棍给吊起来，安尼吊个死吼。啊，天皇无受到处分。哦，啊，这是伫这个密苏里舰吼、哦，这是伫9月2日。第这个签这个投降书哈，伫、哦、这个日本迄个外海，啊，这呢，李登辉先生伫这两天前几天去日本受访问的时阵，又讲一句话：台湾人今日的这个教育的战败，拢是上海的。拢是一批啦，哦，拢是一批下的啦。啊，因都是安尼过来，啊，咱这种的江河的民族，啊，或者拢或者嫁歹去的，吼、哦。伊讲的这是真正话哦，真正实在的话，吼、哦。这清朝的吼、哦，啊，嘛派足侪物件，啊，迄物件都是拢当丁啊。哦，社会定嘿，吼、哦！啊，即马即讲是啥？光复节，恁阿未来受法律的进程，拢要相信。但是恁若上了后，恁敢即讲敢知影讲，要个是光复节？哦，应该咱的江苏拢有讲过，吼、哦，拢有讲过。啊，即我都无个讲，吼、哦。啊，这张呢？这张就是这个1946年1月12日，一夜之间将台湾人变作中国人，就是这张的行政命令。啊，今日咱为什么要伫只讲只法律？就是嘛，是因为着这张的关系，咱去甲告美国，哦，啊告这个中华民国，啊，这要牵涉到赔偿。哦，咱70年来被占领区的这些人民占领者，伊袂使来收税金，包括军事政府入来的时阵，只是军事政府是要创啥？伊是爱保护这个地区的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，唔是来收税金的呢？啊，你中华民国。甲咱收将者税金，佮甲咱征兵，吼、哦，佮咱糟蹋，
所以讲咱今日会去甲过的原因，啊，咱够有成功无？有吼，有成功。来，那个上架没有在那边哈，好，没有关系。因为哈，这个二二八啦，二二八大屠杀的时阵，真正足恐怖。我是简单哈，举一个例啦，吼，这种伫街啊路啊，用一个牌啊给你插，啊，就给你清杀啦。有都是啊哈，你若譬如讲，举例说了哈。咱今仔伫遮，集体伫遮咧演讲也好，开会也好，你若互因知影，啊，遮拢无看人啊，掠了了啊。哦，啊，所以讲，话人吼、哦、较念话较侪，啊，若要甲咱的时段讲要请新闻证，还是讲啊，我要来爸爸妈妈，我要来上课，要来台湾民政府上课，伊拢会甲伊讲，你毋好去，毋好去。啊，若去林港啦，佮像安尼，红你也要安怎？我相信在座拢有拄到这个问题，哦，囡仔人有耳无嘴，哦，安尼点点的，像阮姐姐嘛讲，啊，你都唔忙过去乌黑啦，啊，你都囡仔回来吼，做工会回来，囡仔都过好就好啊，迄叫做资源回收人啊，人咧讲用假巴单系就是想黑啦，哦。啊！你一个政客，安尼乌白甲你舞，安尼拢唔捌了解迄个政治。啊，输在这政客安尼在舞，台湾就是安尼，就是吼中华民国甲美国安尼在糊弄。啊，咱拢唔知啊，政治素人，咱才知啥物政治。哦，这我较等下我就会讲到，你咱来讲较紧。哦，啊，这伫 Google 都拢找有吼，拢、哦、找有。啊，肺炎嘛是全球第一名，上长的时间38年过56天。哦。对啊，伫这个1949年诶5月19号，哦，到即阵对啊，1987年的7月15号，对好38年过56天，哦，全球上长诶这个戒严。来啊，这得4万换一块，哦，4万换一块，对伫1949年6月15号，哦，即一天哈，哦，我是听。阮一个逆商吼，因阮较大辈，哦，我叫阮逆商，90岁我当叫伊逆商尔，哦，差足济。啊，伊咧甲我讲哦，较早伫食面，紧食面紧起价啦，面迄碗面食还袂完嘞，紧起价。咱若讲吼，譬如讲一碗面，哦，若讲伊进目前啦吼，莫讲较早进目前啦，50块，啊，迄个紧食食到还袂完嘞，比70呢。哦，就金价轻起价这个意思，啊，就4万换1块。啊，高雄吼，凤山有一个欧里桑，伊用派两地钱去换啥？换一卡鼎啊，啊，加一卡咧煮饭的电锅啊，像迄种的安尼俩，两地钱，吼，4万换1块。啊，咱真唔免，咱也有。伫咱的保障以来，吼，咱也有请新闻证啦，吼，也是有来上课，这个保障啊，有咱保障。你若讲30块换1块，30比1就足严重啊，莫讲4万换1块。啊，那遐贪污遐吼，像廉政遐，咱都我那用1块，吼，因来用1亿换咱1块的正台币。你甲想讲做一个政务官，对，互你对巴肚来。哦，对有囡有伫妈妈的巴肚内底，拢甲算公务人员的钱就好啊。全球上好个行政官，就是廉政。啊，迄几亿个迄咱卖讲，哦，你若讲一条是10万亿呢。啊，搁伫遮，恁会当足简单吼，恁家己甲思考。目前啊，这个。国民党是安怎朱立伦引出来选举？朱立伦伫国民党内底，伊是党主席嘛？啊，你主席来接这个领导人，合理嘛？对不对？合理嘛？是安怎引出来选？总共，何里国民党搁做啊？砍烂，搁来选嘛？要500万票，啊，这500万票该乘以30块就好，偌济？
一亿五千万呢，一亿五千万是地当落地啊哩，拢唔免纳税金，免扣税金的呢。伊哪会唔买？咱一世人、两世人，干嘛那赚一亿五千万？咱慢慢看过一亿生做偌济？哦，一千十万迄咱捌看啦吼，但是一亿五千万咱唔捌看。这个三十块，都惊死人啊！你也想看卖？啊，尽管无嘛要副总统吴敦义，啊嘛无啊个。立法院的王金平，因拢知啦，吼、哦！啊，但两个当遐安尼，逐工遐舞，安尼唔好去听。你若听吼，啊，就无采讲你伫讲这，咱伫只听只法律，迄你呢？迄有死去，哦，像咱话，你若法律无清楚，一句就好，都有差，都会偏差去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讲，恁今啊新台湾恁买转去，恁爱去看。咱所有的法律内底，拢伫这本册内底，包括考试嘛，相共拢伫这本册内底吼考出来。来，啊，这个零式战斗机，咱咧战争，日本人咧战争的零式战斗机，就是遮纪念这个黄记吼，2600年，吼、哦，就是昭和15年，这个黄记吼，来命名的。来，啊，我这是伫这个旧年，哦，12月20号，咱每一年拢会去甲天皇，哦，甲伊祝寿，哦，啊，先说伫咱这个靖国神社，哦，咱的祖先，哦，伫遐，这个39100个，所以讲我那去哦，我去伫遐，到那要入去到内殿哦，我就得烦恼，伊去哦，迄个情绪控制袂掉啊。哦，因阮三姑伫内底啊，哈。哦，啊，这伫伊个大门，哈、哦，大门，啊，这个戏落去拢伫阿里山，伫咱遮用过，这足大块啊，足芳，哈、哦，这到即阵要足芳。啊，伫这个天皇伊个生日就是12月23号，伊个生日，哈、哦，伫遮。你甲想，伊个头前，咱伫离伊30公尺尔，啊，这个是防弹玻璃，哦，这拢是防弹玻璃。啊，伊个后生，伊个新妇，哦，包括皇太后，你有感觉手上也上悬无？天皇是唯一会当压起伫伊个头壳顶个，其他人袂当压起头壳顶个。哦，唔是，大家拢会当举起头壳顶，你有看无？有详细无？哦，这是因的礼节。你若大家拢举手举哈悬哦，啊，你就害啊你！哦，咱无迄个皇帝命啦。哦，啊，这是足济人诶，吼、哦，几啊万人。我若去吼，我拢唔免惊，我拢去安尼互客安尼倒落来啊。哦，足济人真正安尼，互你看讲。含要挤过都挤袂过，迄人是钱甲真正有够钱，啊囡仔吼拢举伫头壳顶，顶悬是都安举的，哦足济，啊咱个基业嘛足济吼。来啊，这个伫正殿后殿就是一栋吼，伫、哦、后壁遮，哦啊这是伫头前，因日本人袂当算国民啊，哦国民袂当入去内殿。爱新民才会使，啊！咱是虾米货？咱来当入去，咱是臣民。哦，阮入去出来时阵，因只个底下吼去拜拜，拢会甲阮惊咧。因咱即群拢穿乌西装入去，是安尼当对内殿入去。内殿毋是对遮呢，毋是对遮拜入去呢，是爱对遮。哦，这个会议室遮，对遮，因只有一个会议室。啊，对会议室吼，遮、哦、有看这绿色的树啊无？就是对这个后壁行入去，啊入去带一个木字形，迄入去拢总是掀落去的棒，吼、哦，就足芳。哦，啊，这是咱的委员长，吼、哦，中战70年，伊讲我要去上，哎，来，我有那翕一张啊来，啊叫我讲，吼、哦，这是一个纪念性呐、啊，哈、哦，纪念性。在2009年12月15日，习近平透过有关单位，吼、
甲天龙讲，伊你要见天龙，唔是遐简单，你要见就要见，即爱经过安排啊，几半年的时间，但排会到。哦啊，所以讲伊嘛急啦，透过这个美国有关单位，哦啊，伊准是要做总理哦，吼、哦、做总理，伊甲天龙讲，底下坐24分钟，伊甲讲啥？讲阮即马中国经济有较好，啊，是毋是你台湾会当来买我？但是天龙伊嘛甲回答足水亏的，伊讲吼，阮历代啦，皇族的物件，阮无得卖。哦，伊甲因安尼，伊讲阮无得卖物件，哦啊，所以讲啊，若无要卖，啊偏要往台湾来，哦，所以讲伫遐坐24分钟，哈、哦。即卖即个，我要解说的哈、哦，法律的台湾甲政治的台湾，啊，啥物会叫做政治？政治只要人两个人去哩，哦，这就是管理众人的代志。管理咱大家的代志，啊，要安怎管理？你茫看两字政治。来，我举一个例啦，吼。像我的例就好，咱每一工拢会用到。你像阮太太，吼，我讲伊去迄个搜狗买物件，买衫啦，吼，啊，伊我。嘛会用煮食，啊，所以讲，阮太太当然拢会叫我煮。以前我拢爱用迄个米素吼，米素我是用日本的米素，台湾米素我无伫食。吼，啊去买啊是若买一个衫，啊结果吼，阮太太去，伊嘛去在巡，去在看，啊我看伊啊在咧行，奇怪呢，迄足久拢那咱咧乱来吼，会牵手对唔对？啊就足久无咧牵手，迄工头甲我牵手。我心内想讲，唔知有啥物代志会发生诶。结果伊即马行到迄个专柜吼，啊，遐有皮包啊，放个包包，啊，迄包包吼、哦、是啥偌济？你敢知？虽然我有老花哦，但是你放1500，我有看呢。500哦，头前一个二，迄几万？200000。五粒零啊！啊，头前是不是一个二？那、啊、是不是20万？我笑啊，讲啊，我等下稍等下，我来变数一下。吼、哦，我是我那样奇怪啊！你太去养久啦！我讲你在看迄、那、哦、個，我钱咋无向借呢？啊，这嘛是政治，这就是你每一工拢会用到，这叫做政治。吼、哦，啊像过来就是顶两个月，我的洗衣机歹去17年啊。啊，派去吼！啊，因為我嘛唔知影去全国电子讲好啊，讲伊用手洗吼，拜六就派去啊。讲哦，洗了安尼手足酸诶，啊无拜来买，来全国电子去遐看。啊，伊迄洗衫机吼，我唔知影啦，伊迄是阮丈买来，啊嘛有分啦，分10公斤诶，对不对？恁若捌洗衫，恁就知。哦，啊，因咱。先生查甫人拢唔知啦，因为拢唔捌咧洗衫，也要分10公斤、啊13公斤、甲15公斤诶，对唔对？哦，还是挂咱诶衫裤啊，甲遐诶水嘛。结果我讲啊，无买13诶就好，啊13会当洗4领牛仔裤尔。我啊无好啦，无买15诶，15公斤买了19900，几十万啦吼。阮太太讲，要走遐咧共现冰箱啦。4门的冰箱啦、啊，我讲哎，莫讲很啦，很歹，你还佫敢买？啊，即卖小姐在咧笑。我讲啊，台湾民政府哦，那执政的时阵，我买一只足大只的。啊，你若热吼，我乃当关机来得呢。那小姐在咧笑啊，吼、哦、啊，这种政治，这是咱每一工拢会用得到的，吼、哦。譬如讲，我去日本吼。哦哦，这进前啦，因为我真的讲起来，我真的压力嘛足大，因为阮两个在读大学，一个读高3，哦，啊，我一礼拜的所费吼、哦，我迄工多存5000几，啊5000几吼、哦，因为无介济好因啦，一礼拜拢1500块，啊最少的在供押球，
哦，啊，就算讲运动量较侪，伊会食较侪嘛。啊，我有那千五块，哎，讲要搁交迄个宿舍费啊，加冷气费，哦，啊，千五，啊，就三千，安尼后手剩偌侪？剩七百。啊，七百，阮一个查某囝，我讲妹妹，啊，只爸爸剩七百尔，啊，无那后礼拜我当搁互你，你拢嘛对两个较好。好、哦、啊！即句咱听咧，啊，偏偏拢是咱的囝伊在讲的呢。啊，即嘛好，我拢好啦。啊，无后礼拜当阁好哩。但是我旧年去日本，因为咱去的时阵，有拄下伫羽田，羽田是毋是较新？日本的机场羽田较新嘛。啊，我有看到一对迄、那个伫迄免税店哦，有买迄个 Hello Kitty 的迄、那个耳环。啊，哎，我昨天嘛足爱水啦，啊嘛生做袂歹，吼、哦。咖啡类似像你这个脸蛋，但是伊较悬，他166公分，吼、哦，阮左囝大三啊。啊，即马我早无够钱，伊迄15,000+的日票，啊，因为我无甲东心退，吼、哦，无甲伊借啦。结果我这边5月17号去的时阵，煞伫羽田啊，伫成田呐、啊，哇，系啊，啊，早无出。要想要甲买迄个耳环，煞无我有，但是我这边赚较侪钱，赚到要40,000块。啊，我咧底下拢无买，我伫遐免税商店买，啊，甲买迄个抹茶的巧克力，哦，迄足好食。啊，即卖去吼，我就甲问迄小姐，其实我是袂使安尼问者，因为我讲小姐，啊，这耳环安尼挂起来敢会介水？我问这个废话嘛，我问迄个假问诶，啊，他有可能讲。做小姐底下咧卖物件，讲啊，这歹哦，这唔好。我20,000+呢，迄珍珠的迄无，20,000+的日币啦。讲啊，系啊，我加问的，这问这个假嘛。我讲安尼好，啊无，这吼、哦、像迄钻石的形状诶，安尼偌济，我应该袂歹啦，嘿，袂歹。我无甲讲啊，我是直接甲买，我差不多10,000，然后啊10,000甲买。结果呢，我买回来，礼拜三回来。啊，我女儿拢礼拜五晚上会回来，啊，礼拜六我就上中央，吼、哦，因暗时爱个分组讨论，啊，分组讨论完的时阵，我就迄赖吼，我甲阮左囝讲，妹妹，你的书桌的右上角，爸爸去日本吼、哦，有甲你买一个礼物回来，你拍开看卖。啊，即嘛伊拍开就知影耳环嘛吼，伊讲爱将传来讲，啊，这个多少钱？嗯，爸爸好像忘记了。啊，即嘛这个对，搁甲传，等于吼，有我就甲讲，哎，啊，这个耳环好看吗？啊，你喜不喜欢？啊，这样一个传来，伊就讲好看，很喜欢，爸爸谢谢你。我都要听这句话吼，我伫遮四年以来，多迄年上好困，困到5:30，啊无吼来遮足歹困的，你敢知影？像我昨暝吼，我有一天哦，我伫遮困，啊2点我就起来，啊伫遐看，伊困袂去啊，咕咕叫，足够咕的呢，我伫遐看我到底上咧咕。我既然讲到阿在笑，阿毛在哭的呢，含面呐，阿我毛摔落来啊！哦，我讲我拢会讲，迄小姐我拜托的，你再搞拜点较少人的机啊遐位。迄另外一个二楼他拢有四个人了，哦，阿遐就较静啦，因为我盖签名，哦，我若像讲我伫厝大，阿若隔壁安平在落雨，我拢随知影。啊，这叫做拢政治的一种，吼、哦。但是政治又分两种，我这种诶，我今所讲诶，这是一种诶形容词。啊，那名词，吼、哦，名词就是讲，你若去讲讲，人会讲啊，我无咧插政治，啊，上者拢相共。迄种诶叫做资源回收人，就像我拄仔讲诶，假霸但是就是迄种诶，吼、哦，迄种就是一种诶名词。啊，以政治又分这两种，吼、哦。哇，系啊，讲一个煞伤过久。好，咱休困10分钟哈，休困10分钟。